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兰塔灵摆占卜。本占卜所用的灵摆是一块捷克陨石。今天占卜的内容是三选一：未来三个月本地的房地产趋势。请冥想数字一二三，看哪一个数字与你最相应。你也可以掷骰子来决定哪个数字。如果你需要更多时间，请按暂停。好，现在开始占卜。灵摆，灵摆，请教选一的答案是什么？选一的答案是跌，本地未来的房地产价钱会下跌。明白，明白，请教选二的答案是什么？选二的答案是持平，本地未来房地产的价钱应该波动很小。明白，明白，请教选三的答案是什么？选三的答案是涨，本地未来三个月的房地产价钱会上涨。下面来看看今天占卜的准确率，这个是量角器刻度盘，180度代表100%。现在灵摆指向130度，130比180是0.72，所以今天占卜的准确率是72%。本次占卜的结果只做预乐，请大家智慧采用，后果自负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请订阅，请点赞，拜拜。